近日杨洋现身成都录制元气满满的哥哥，新鲜路透出炉。杨洋以墨镜搭配浅色上衣帅气亮相，蓬蓬的头发似乎长长了一点，看上去很肉，真是颜值在线的元气哥哥，祝录制顺利。照片中杨洋穿着米色短袖牛仔长裤，看起来十分清爽活力，开开心心的上班。看到周围的粉丝，杨洋也十分亲切的挥手打招呼，时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头顶黝黑的头发也令人羡慕不已。不得不说，哥哥的头发长得很快呀。杨洋在这次元气满满的哥哥中是流量最大的一位嘉宾，他的粉丝在追星路透上也不掉链子。此前的路透中，杨洋穿着橙白相间的队服，身姿挺拔，高举双手向粉丝们打着招呼，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元气满满。从队服上来看，也是十分运动型的服装，十分期待杨洋在节目中的表现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